文资料照法新社。早安，自由体育为您送上精彩赛事预告。NBA 例行赛方面，东部龙头塞尔提克将于主场迎战湖人。傲视全联盟的绿衫军今天要寻求十连胜。厄文 Kyrie Irving 会有什么惊人演出？而湖人也盼迎来三连胜，谁能将气势延续，抢下胜利呢？另一边，灰狼做客勇士的比赛，两队同样也在连胜中，且双方只有零五场胜差，灰狼若是赢球，就能将与火箭并列西部龙头的勇士挤下，跃升分区联盟第一，比赛鹿死谁手，球迷们不要错过喽。HBL 预赛来到第二天，电视转播首场比赛由南湖对战木栅高工，次亦由昨天惊险赢球的高院工商交手基隆商工，第三战南山面对志平，最后一役则由强数对上已经取得一胜的东山，欢迎大家一起进场欣赏热血的高中篮球。 NBA 例行赛9点，湖人 at 塞尔提克，艾尔达体育 11 Sports。 11点30分，灰狼 at 勇士，未来体育 HBL 预赛。14点，南湖高中 VS 木栅高工。15点40分，基隆商工 VS 高院工商。17点20分，南山高中 VS 志平高中。19点强树高中 VS 东山高中，地点台北体育馆一楼，转播 FOX 体育台。